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驾驶学校的25到32全金牌解说。第25关台，我们了解什么叫做转向不足。驾驶选项这边，我们牵引力一样是一，手牌下面关闭 ABS 预设。这关是在这条赛道上，这条赛道还蛮小，然后这个弯还蛮难转的。刚开始这个直线速度非常快，我们差不多到阴影这个快要到阴影这个位置的时候开始下车，一路降到三档，碰到 apex 之后才可以开始慢慢加油，小心控制油门，不要在第二个弯地方冲出去。26关卡，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转向过度。这一关因为是转向过度的关系，所以它强制我们的牵引力控制降到零。它不止牵引力一，还很狠心的让大家轮胎是快没有的状态。一开始的下车点在50公尺牌跟路沿石结束点之间，下完之后就开始转弯，不要急着切进去，可以慢一点再进去，差不多一个方向盘的转动角度，稍微修正修正，然后油门补一点补一点，让车尾有一种在滑动的状态。看车子已经瞄准了出弯的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全下了。这个部分比较需要大家实际在开的时候去感觉那个车子的动态，试个几次，才有办法比较清楚它会怎么样的一个反应。第27关，它要我们提升过弯的速度，这个弯特别需要勇气。就一直加速就对了，看好路线，记得要外内外，到这边的时候减速一下，降一档，立刻转弯就开始补油门，这样速度才会够快。这关也是提升过弯速度。这一关呢，就是不太容易看到弯，一直加速加速加速，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刹车用力下，降到四档，然后车子方向一定就可以全油门，赛车很稳，完全不用慢慢踩，踩到底就对了。提升弯道速度三，这关呢，第一个弯道的时候，在右边绿色碰到绿色的时候开始刹车，降到三档，一路拉到 apex， 然后补油，慢慢补，不太顺滑，小心。右边路沿被吃掉的时候，刹车一下，稍微减个速，轻轻含着油门维持车速，到方向盘回正的时候就可以全油冲出弯。现在30关，着重加速的出弯，这是在一些就是出完弯之后是大直线的那种弯道上面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招式。这关他用的弯道是我之前举例出弯处比较狭窄的那个时候有讲过的。那我们第一刚开始是在大概这个位置的地方开始刹车，降到三档，沿着右边走到路沿石尽头才开始往弯中心切去，小心不要太快的去回正方向盘，这看起来好像往天空那边是直线，事实上转过来会发现直线是往树这边，再会有一点点落差，太早放的话很容易冲出赛道。31关，延续第30关，这一关是传说中的魔王，很多人卡。刹车点不太好抓，没有目标物，大概这个位置的时候刹车，刹一下就好了，速度不要小于150，立刻开始油门到底，沿路都不要放，到
这个位置就开始准备过第三个弯终点，提早转方向盘，车子才不会滑出去，能够顺顺的过弯。这关需要勇气，勇敢的开吧。这关大魔王没有前面那关卡了久，还是着重加速的过弯。这关是龙之镇一个说难不难、说简单又不简单的地方。我会把这整个弯看作一个弯，刚开始入弯的时候，我们完全不需要减速。右左一次之后，碰到右边的路沿时，开始下车降一档，车头瞄准好这个出弯处之后，就可以开始补油，然后快速的把方向盘修正回来。这边基本上就像多试几遍，因为很容易撞，我也常常撞。我们完成了耶！终极一真的有比较难，这一次花了我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来录影才成功的。Lexus RCF GT3 我有了，最好当然都有了，挂机嘛，可以用涂装编辑器。那我们今天的驾驶学校金牌解说就到这边，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分享出去，订阅青鸟熊频道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谢谢大家的收看，拜拜。